法庭之上，他执法如山；调解室里，他威见不倦，谆谆善诱。合格的法官应该是动化社会矛盾，亲和社会关系，让人民群众呢从这个法律中得到温情和信赖。36年13140多天，他用坚守兑现了新时代人民法官的铮铮誓言。一线法官本色正在播出。哎，李科长你好。哦，听得到你好。啊，我们就9点钟我们就出发了啊，我们到你们那儿去，工伤案件的这些了解相关情况，我们现在就出发了啊。嗯，两。好，好，好，待会儿见啊。好好好好。好，陈美荣，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窝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今天他准备前往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走访，原因是他正在办理一起关于工伤保险资格认定及行政复议的案件。而在这起案件中，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被告方之一。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还有这个复议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被告呢是行政机关啊，他有一个工伤认定机关和复议机关二被告。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是受伤的职工。案件的原告是当地一家能源循环经济有限公司。2021年5月11日，该公司的员工冯燕声称，前一天下午在工作中摔伤了膝盖，但该公司否认其摔伤是在工作中，未给其申报工伤。经交涉无果后，冯燕以自己名义向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进行工伤认定。人社局受理冯燕的申请后，经调查核实后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公司不接受人社局作出的认定，随即向石嘴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公司仍然不服，遂作为原告将人社局和石嘴山市人民政府起诉至大窝口区人民法院。如果我首先调整了审判思路，那么我不先开庭，在协调疏导的一个过程，让当事人摆正这个心态，正确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你有所触动的话，你双方还可以进一步协调。当事人一满意，他不上诉，那么给我们这些司法资源，对当事人来诉累他减少了。从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长期以往呢，我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当事人信赖度。陈美荣说，长远来看，进行庭前走访和疏导可以缓和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吐，不得你十年，得内蒙的，我们直接就归十年。他在2021年5月10号呢，下午16时50分以后呢，这个三分厂要对这个热焚炉进行爆破，在撤离现场的过程当中呢，滑倒了，造成以后呢，左膝受伤。大窝口区人社局的李永山科长向陈美荣介绍，根据冯燕的自述，伤者当时是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受的伤，认定为工伤没有任何问题。但用人单位并不认可这个结论。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人社局呢工作人员以后呢，就针对这姓本人，和他这个同班组的陈秀平以及这个班长、段长，我进行核实，是这个情况，不是说是以后挺配合的啊，很配合的，就主动就过来了，就做了这四个人的笔录。经过调查，上午呢他没有受伤，身体状况一直都好。那么下午下班告知同事腿疼，那么回家以后呢，下班以后呢回家追问本人，什么也没干，腿越来越疼。如果人社局所说属实，那么工伤认定的结论就合情合理。用人单位为什么始终不愿意接受呢？难道事情背后另有隐情？在人社局了解完情况之后，陈美荣又来到了事发现场。
你是从宿舍把杯子拿来的，然后呢？是的嘛。那么吹了以后，是你先走的，还是他先走的？他在上面坐着呢。起的比较慢。你先走了。我就先走了。是你搁哪从哪走的？就从这就往那个大门口那。从这儿，往那个地方走了。大门口走。啊、哦。冯燕的同事告诉陈美容，事发时他是离冯燕最近的人，但他并没有看见冯燕受伤的过程。冯燕所在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知道冯燕摔伤的事情。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报，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人之后送到医院去，之后弄啥救治的，不会把工人说让你回到家里以后再给我们说，我们再去弄啥医院去合适，因为你一回到家里面，你就已经不在公司了，我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在公司。在事发现场，陈美容发现许多地方都装有摄像头，如果能够调取当天的监控视频，很容易就能判断冯燕是在哪里受的伤。看看你们的视频能反映出来当天下午上班是个啥姿态，下班是个啥姿态，视频看一下好吧。这个地方没有视频。你说没有，我刚才搁那就看上那儿了，这一再往有，我刚才看了两圈都有了。如果你要是说对你的主张不认为工伤的主张要举证的话，你想办法，有你就给我拿来，那没有的话，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在你，尤其在工伤认定环节，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不认为工伤的话，举证责任在他，这是法律规定的。陈美容说，原告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冯燕为什么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向公司反映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陈美容来到了伤者的家。你现在是个康复治疗，真正的在医院接受治疗是不到一个月是吧？嗯，不到一个月。哦，那你前后这个治疗期间，这个一个月期间是在平罗这边医院呢，还是在别不同的医院？平罗。冯燕回忆，事发时她完全没有想到伤势会这么严重，因为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十分重要，没有了这份收入，不仅生活无法正常运转，儿子的学费也没有了着落，所以当时冯燕十分纠结。我也为领导着想，我说小事啊，各界能处理的，吃点药能好了，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能希望是别说是以和为贵，和和气气的，我好了不要给大家带来没必要的损失之类的，缓缓再看嘛，越缓越重，哭了儿子就说找车来带我走医院。陈美容告诉记者，工伤认定类的诉讼中，伤者大多都会遭遇这样的纠结和困境。陈美容希望通过走访原被告双方，通过沟通和疏导，让企业和伤者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紧张。2021年12月14日，石嘴山市大窝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前准备工作就绪，符合开庭条件，可以开庭。请坐下。案件的庭审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并没有提供能够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最终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庭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陈美容说，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宣判之后原告并没有上诉，她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有理的人让他满意，那么满意了以后，最后我发现这个结果出现了以后，双方会更满意，因为他看到了法官的一个执法的一个真诚，从这个满意度来讲呢，更激励我按这种审判思路要把它做下去。案件的审理工作告一段落了，陈美容一直十分牵挂冯燕的近况，在工作的间隙，陈美容顺路再次来到了冯燕的家。哎，你好。尽可能的在每一个环节能够双方进步，能协商好，咱就没必要进行那么长的程序，这个叫看情况把握，多做把握，因为你也有律师啊、到时候如果哪个环节要是哪个地方有疑问，也可以带着你的律师跟我去交流。为了帮冯燕解决后顾之忧，陈美容还帮冯燕的儿子联系了一所职业学校。国家正好有这个普惠政策，让这些孩子呢入校，啊，属于免费的学费啊、住宿费都免费，我觉得特别适合啊这家孩子。
也算就是给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个帮助啊，一个信息的一个提供。在基层法院工作36年，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陈美容都是用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对待，用人性化有温度的方式来处理。他说案件没有大小之分，只有用不用心之别。现在他还把自己的工作心得和经验总结成了5心和12调解法，这套方法也成为当地政法工作者心中的调解工作指南。你首先作为法官来讲，保持一个中立状态，你得有公信，亲信呢你要法官有个廉洁的风范，那诚信你法官要首先要有忠实咱们法律，对当时解决问题要有诚心诚意，还有就是这个细心和耐心，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大武口区人民法院的许多年轻法官一旦遇到了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想起陈美容。问题是一个抚养费的问题，但是里头反映的是家庭里头的情感问题、责任问题、孩子的抚养这方面的问题。正在和陈美容沟通案情的法官名叫程佩，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庭长。他和陈美容正在沟通的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件中，一对协议离婚的夫妻因抚养费发生了纠纷。从这个案件实际情况来说，它涉及到了子女抚养，一个6周岁的小男孩他面临的就是说，现在的现状是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在想的是说，怎么能够妥善的去解决这个纠纷，最大的程度去让父母。这个案件最后是调解成功了啊，以调解结案的，而且男方和女方都是和平处理掉了这个案件。你比他大一点，你不要想着去掌控他，你要想着去理解他，好吧？这块儿这个事情啊，写同意，写你名字，然后这下面也要写，这个每个页码线要写你名字，来写名字。在程佩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陈美容只要有时间就会参与进来，协助程佩来进行调解。我作为法官来说的话，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领悟到以后办理案件不能只去从我法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案件，把它办完就可以了，也就所谓的就案办案，要让这个案件办出去之后达到一个效果。这也是我现在审判思路的一个转变。提到陈美容，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说，她是一个极度追求细节的人。陈厅在每一个案子开庭之前，都会关注每一个合议庭成员、书记员，以及这个着装，还有庭审上现在的这些牌子、凳子的摆放情况、桌子的整不整齐。它代表着法院的形象、严肃的一种态度。和陈美容一起共事30多年的肖占斌副院长告诉记者，在他眼里，陈美容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工作机器。我记得有一次晚上8点多了，他还给我打电话，我说一听电话，我说你干啥呢？他说在单位呢，被锁到里面了，给当时做工作一下忘记了时间了，
出不来了，我过来赶紧过来给他来开门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的王强院长告诉记者，他最钦佩陈美容的是这么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坚持，并不说是去办了多少大案要案，或者是做了些惊天伟地的事情，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是一样的要求，化解大量的矛盾纠纷，也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啊，很多方面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这个褒奖，法官的他的口碑得到了群众的这个认可，我觉得就值得。对于这份工作，陈美容说她问心无愧，对于家人她心怀歉意。我女儿曾经说我是个办案是机器人，是生活状态太少了，有一些埋怨。就是作为妻子来讲呢，今后呢，等我退休以后，啊，多做一些家务，就是利用，周末这些闲暇时间，尽可能的弥补。他手持法锤，爱岗敬业，以巾帼不让须眉的韧劲维护着公平正义。法官，首先你应该是人民的法官，你应该心里装着人民。他致力于关爱未成年人，用爱重塑孩子们的心灵，是孩子们口中的法官妈妈。一线法官本色正在播出。我们三个人，你要是要进来，我们打进去了，要差点进，不进进。算了，没事。你们家我们那种死人，在外面是。画面里情绪激动的三个人是张某和他的父母，穿着防护服的男孩是张某，17岁，内蒙古通辽市人。2021年10月8日，在某饭店吃饭期间，酒后因口角用酒瓶将一起吃饭的朋友打伤，随后对方报警，张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张某平日里很难与父母见面，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期待已久的见面竟然是在法院。这个呢，就是在开庭之前，我会进行听前帮教，就是会让孩子和父母在开庭之前要单独见面，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说话呀、聊天啊、沟通的这么一个机会。王爱林，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法官，爱林工作室负责人，
多年来致力于关爱未成年人，帮扶未成年被告人的工作。我家都未经上岁，比他们过一点呐。有人年纪我们都有点远见呐。我爸爸家都走了。王爱玲告诉记者，她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帮扶工作分为庭前帮教、庭审教育和庭后教育三个重点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庭前帮教。庭前帮教并不是简单的让帮扶对象和父母见面，还要做许多针对性的走访调查和疏导工作。其实当初联系的时候还是这个比较费劲的，后来我们就通过这个联系当地的村委会，然后要到他这个父母亲的这个电话。您现在是在哪儿打工呢？八年。去哪儿打工有多长时间了？就三年了都。每次回去能待多长时间呀？就是小年以前来了，就过完年了，初几啊就走了。通过和张某母亲的沟通，王爱玲了解到张某在15岁的时候就辍学了，之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住所。王爱玲说，张某误入歧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这个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对孩子的陪伴要少，孩子缺少这个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小张这块对他的接管呢是跟不上的。另一方面呢，小张他这个来到市区以后，他结交了一些社会上闲散的这些个所谓的朋友。王爱玲告诉张某的父母，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赶回来参加庭审，这能让张某感受到父母的爱，对张某之后的帮扶工作意义重大。经过这段时间这么一直的这种劝说沟通，他的父母亲的确是在开庭前一天连夜坐火车从外省回来的。他妈跟我说回来的时候火车是没有票的，他俩是站着回来的，站了一宿在火车上。得知张某的父母回到通辽之后，王爱玲连夜出发前往几十公里外张某爷爷奶奶的家。这是连夜赶回来的吗？你今天回来的是吗？你好。爷爷是71，奶奶是69，也是都有一些老年病。奶奶呢，就是哭，看着我们挺激动的，觉得自己的这个孙子确实是做错事儿了。然后呢，希望我们能救救这个孩子，给孩子一个机会。王爱玲了解到张某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张某的父母只能双双出去打工。我怎么样能够劝说让家里的爷爷奶奶父母亲能够意识到对孩子的陪伴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比金钱还要重要。所以那天晚上在他们家也是待了很长时间，反复的聊。挣钱是一方面，但是孩子这块呢咱也得重视他。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也看了特别着急，你说一个小孩儿，然后我也挺担心的，过来看一看，了解了解情况，家里什么样，咱们共同使劲儿，然后来做这个事情，不用太伤我大爷啊。王爱玲说，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和张某一样，父母在外地打工，身边也没有人监管，在受到身边不良环境的影响，长此以往就导致这些未成年人逐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他们的家人进行沟通，就是为了让大家统一思想，重视对孩子的陪伴和关注。我希望我放的时候，我跟我家里人每天在一块儿。爸爸妈妈也听到孩子的心声了，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陪伴，是吧？我就希望我儿子放了缓一个劲，然后就我就陪伴他。嗯。
我就他上来就我上来他就我带他，嗯，他上来就我就跟他，你就跟他，嗯，就一家人都分开了是吗？对对对，嗯嗯。庭审是严肃的，王爱林说他一直将法庭教育作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他也强调庭审是可以充满温情的，这个过程可以成为未成年被告人和父母敞开心扉的契机。以后你想干啥呀？是就是在家和爸爸妈妈务农啊，还是说想学点啥呢？嗯，想学技术。想学技术是吧？嗯，这个家长孩子这个想法咱们能满足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可以。王爱林认为通过庭前帮教和庭审教育两个环节，让未成年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建正确积极的心态和价值观后，更加重要的是在庭后教育的环节做好判后回访工作，建立庭后跟踪帮教机制，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复学、上学或安置就业，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并树立自信心，防止其再次犯罪。我前两天去你家了，家里倒是都挺好的。我看你妈，你妈换了一个很漂亮的发型，然后你爸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笑得可开心了。和王爱玲通话的王某是爱玲工作室在几年前帮扶过的一个对象。小强是一个很老实、学习也不错的这么一个在校生，是因为他妈妈和村里其他妇女有一些这个日常的矛盾。案发当日他回家正好看到了他们正在这个撕扯呀，他就上前也参与这个事儿了。王爱玲介绍，2015年底王某与他人动手，导致对方轻伤住院，因涉嫌寻衅滋事在押。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三的学生，父亲瘫痪在床多年。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王爱玲在法律的框架内申请为王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报名期限截止前陪着王某赶回学校报名。为了能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王爱玲多次做双方思想工作，促使双方达成和解，最终法院对王某判处缓刑，王某才得以安心备战高考。都他给联系的，他上学校都他给拉着去的，各方面资料啊，要资料啥的都他都给帮助整的，都挺及时的，就找到他了他都能给及时帮助了。王某的父母都十分感谢王爱林，他们说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儿子根本不可能参加高考，更不可能找到现在的好工作。在辽宁念的书，考的学，现在那个在铁路上班，开火车。我今天的，生活好了，有他们的那个支持帮助。主要就是感谢王法官的那个帮助下，我儿子现在走上工作岗位。王爱林说，爱林工作室帮扶的对象不仅有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还会对一些特殊群体结对帮扶。我们就有这个一对一结对帮扶，针对这个特殊家庭啊，像我结对帮扶的啊，就有这么一个未成年人。这个少年呢，父亲去世，母亲呢，有一些这个残疾，其实就是智力上有一些问题。王爱玲口中的这个少年叫小贾，是爱玲工作室于2018年初开展普法宣讲活动时发现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然后我就开始帮这个孩子，一直到现在。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很瘦很小，现在都比我高很多了，应该是将近1.7米了。即便工作再忙，王爱玲说他都会抽出时间去关注一下小贾的现状。伙食咋样？营养够吗？也就勉强吃饱。那你长身体的时候，你还得多吃点，是吧？请他吃了一些这个好吃的，又和他聊一聊。那他最近呢，就是各方面呀比较稳定，学习成绩呢也有所提升，也开朗活泼了很多。我真的是挺开心的。
王爱林说，爱林工作室的好多同事和他一样，都有结对帮扶的对象，父母离异啊，家庭生活困难呐、啊，走上这个犯罪这个道路。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一对一帮扶，能帮扶孩子扣好人生地利扣子，把他引向更好的一个前途。我感觉这是对我是感触最深的，心里边非常安慰温暖。爱林工作室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在当地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还会有家长慕名而来寻求帮助。一督促他学习就急眼，就生气，不跟家长沟通，心里想啥咱也不知道，在外边还跟人打架，不好好上课，老师也管不了。说话的这名男子叫傅亮，他告诉记者，儿子上初二的时候突然性格大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傅亮带着儿子来到了爱林工作室，通过沟通，王爱林找到了症结所在。是孩子处于一个叛逆期，孩子的妈妈呢，平时这个管教方式呢，略有一些这个简单粗暴，再加上家里又要了一个小孩儿，那么对他的关注呢会少一些。找到问题所在之后，王爱玲和另外一名法官在工作室给傅亮父子做了一对一的疏导。当时就是挺激动，就没成想能有这么个结果，就是这个，爱玲工作室这个作用有能有这么大的那个让孩子能改变的变化，这个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说是这个小傅呢，现在就是很稳当，在学校继续上学了，准备参加明年的中考。而且呢，这个父母亲来了以后呢，经过我们和他沟通，他也意识到他们的这个管教方式呢也是有一些问题。那么父母亲呢也在逐渐的改善，那么现在这亲子关系也改善了很多。高淑娟告诉记者，爱林工作室的工作都是靠大家自愿自发的挤出时间去参与。这是我们爱林团队最共鸣的地方，站那块儿去给他们做一次那个就是普法宣传呢，回来以后就特别感慨，因为家长的互动或者学生的互动或者学生的那种醒悟，我想就是我们这种都感觉特别的值得。王爱玲告诉记者，挽救帮扶有需要的未成年人这项工作没有一定之规，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用爱用心。孩子也在不停的变化，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就要随时调整你的教育挽救帮扶的方案。王爱林说，遇到再复杂的案子他都有办法来应对，但唯一平衡不好的就是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我姑娘从小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想提前放学呀，搞什么这个文艺节目呀，我们小区的谁有时间都会去把他接回来。有时候我回到家，我都不知道他在谁家吃饭，我会在群里发今天我晚上我姑娘是在谁家。王爱林说，她很庆幸女儿非常理解自己，同时也很感谢丈夫对自己的支持。她就是默默的为这个家来付出，其实她起早贪黑的，她比我也更累，但是只要是他力所能及能做的能分担的，他都全部去做了。就说这个一生中能有你的陪伴吧，也是我的一种运气，真的是挺幸福的。多年前王爱玲得过一场大病，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有了更加明确的人生方向。十多年以来，王爱玲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担负起社会责任。以王爱玲名字命名的爱玲工作室，让上千名涉罪未成年人幡然悔悟，走向新生。如今，爱玲工作室可以称作是内蒙古自治区政法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与此同时，王爱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荣获了全国优秀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北疆楷模等近五十项荣誉称号。我就在想，生命这个长度我是把控不了了，但是这个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人你想活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事儿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所以我就想让自己做点有意义的事儿。